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，我们现在要去前往光遇工作室。那今天这个蒙兽训练营呢，是这个光遇跟蒙特合作的一个武岭的训练营，对，所以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9月2号的建大武岭。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工作室。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一点，我同时是学员，然后也是这次的训练营的摄影师，对，所以我等下可能会有点忙。要帮大家记录，然后还要记录自己。今天是7点半学员开始报到，那我们现在7点就开始做一些前置作业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光遇了，这个装潢非常有质感啊。早安。早安。哈哈哈哈。这边就是等一下要发放的物资了，还没到7点半，陆陆续续有人来了，看来大家都非常的矜持。你逃不了了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真的假的？你逃不了了。花掉啊，花掉。好，来领物资了。看一下物资里面有什么，有一件蒙兽的车衣和车库，还有一包满满的补给品。这边还有好宝宝点数记录表。好，就是今天的两位教练，他们都是铁人的选手，所以跟着他们练应该是可以，今年可以破，可以赶快去换装了，小姐，可以赶快去换装了。希望太好。今天完就退出。原来今天还可以退出，是不是？听到重点，原来今天还可以退出。认命了，要去换装了。换好了，蒙兽的衣服。大家好，我是光武教练。好了，训练的问题都可以找我。我就是一个热爱运动，然后自己喜欢训练，然后又喜欢拉大家一起训练的人。希望这15周可以跟大家一起进步，一起学习。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上武林。我是做运动按摩，所以如果你们训练过程中啊，就是身体有不舒服啊，或是心里有不舒服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我其实有拿到那个运动心理教练的认证，对，所以心理不舒服也可以找我，但我不知道可以把你们弄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蒙特 Alan。这一次的活动啊，如果需要补水的，就要喊我名字 Alan 补水，然后补给的我也补给。我是那个 Stanley， 我是蒙特的设计师。那这一次呢，加入这个团队的助教。大家好，我是拉拉，平常就是假日车手啦。对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次训练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定期的训练的那个计划，这样子，希望可以进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昂，我是2019年开始骑公路车的，然后2020年就骑了建大武岭，骑了5个小时半，一直把这当成是一个目标啦。然后我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也是报建大武岭，我破三了。2小时59分，对，因为去年的终点在翠峰，对，所以机会是留给对准备好的人。因为我去年定的目标是4小时30，我相信如果再认真的训练这15周，应该可以再更进步一些。大概2年前，那时候工作压力大，就决定说砸钱买一台一级铁车，就设定目标要完成226，所以就跑来找了。光武教练跟非凡教练报道这样子。好，大家好，开心可以跟大家继续一起努力啦，那就大家就多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雅晶，我一直都在光遇这边做训练，反正就是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吃课表就这样上去就对了，对，骑就对了。對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婷，有些人会叫我小队长，因为就是之前在跟大家一起练的时候我是最小的，也可以叫我 A 嘛。想透过就是这一个专班，就是增强就是自己在骑车的能力，然后也一直很想要去骑武岭看看，然后在10月底可以挑战就是垦丁的113，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到就是世锦赛的资格。我是鱼哥，我是标准的菜鸟。我一开始就看，怎么有一个坑，然后就被人家踹一脚，然后就进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我是牡羊座的，所以我很喜欢收集任务，就是只要有任务，我就会觉得人生有一些必须完成的事情。那武岭是其中之一，跟着教练跟大家15周扎实的训练，看看可不可以，就是不要用可耻的方法上去，用自己的努力上去武岭看看。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个外号叫大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我在这里突然有一个外号。我是秋美，然后这边大家都叫我大哥，但我也还不知道为什么。来这边的因缘跟主修是运动按摩的背运动按摩，所以我最关注我的背运动按摩的时间有没有排到。那为了这个放松的时候有标的，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参加这个锻炼啊，我会加油啊，有一个目标，然后我会尽量这个出席跟把这个课表给执行完毕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叶，骑车
两三年来，其实我目标一直都是放在五岭上面，但是前两三年其实都没有达成。前段时间教练讲说有这个蒙特这个训练营，那我想说，哎，该不会我这次完成五岭的希望就在这一次？那希望之后可以达成这个五岭目标，和大家一起上五岭。我们要让自己。都是好像每一个人看起来，其实本来可能都是弱弱的，就让自己在这个十五周之后可以增强自己的各个部分。它其实就是外表看叫外蒙内蒙，偷藏刷卡实力，好，随时扮猪吃老虎。我想这应该就是点出了我们接下来十五周想要达成的未来。我们当初设定这个蒙兽的车衣啊，然后我们想说拿我们目前蒙特最高阶的 Air 款式的车衣。然后 Air 的新款的车库，我们摒除掉过往就是直接有切线在这边，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整个它的服贴度啦，整个它的舒适度它是很贴合很舒适的。这边我们就做一个很透气的一个网洞的开口的一个状态。原则上它的设计就是在我们在公路车趴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无论你哪个动作，它的视觉效果它都是会很帅气很优美这样子。吊带车库我们这次的剪裁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要呼应这个一体成型的部分啊，我们把左库的部分这边全部都是用无缝的方式去做裁切。那右侧的部分我们想说，因为你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吃果胶，我们当初的概念的想法是可以放这些吃完的补给品，可以放热食。当初我们跟Mount 合作，那我们是从车衣开始合作嘛，后来我们想要做一个训练营，那刚好就是九月份的时候，刚好就有一个肩大五岭杯，然后 Mount 好几年都帮他们设计车衣，所以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将要面对的这个挑战，昆阳到五岭，短短的只有两公里，但是大概要骑个十五分钟吧，看得到骑不到这样子，就是那种感觉，8.2%，海拔2900，就最后一段。这段也是很多人会牵扯的，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它是一个爬坡，所以你知道对抗地形地理，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减重量，那不管是车子的重量还是你的重量，但车子的重量减不到哪里去，所以减体重比较实在。那除了体重之外呢，你就是要加强你的游泳能力了。那我们一般训练的量都是抓80%，就比如说我要跑全马是40公里，80的话就是30嘛，所以我们的有氧最大量的话，我就大概抓4个小时，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完成4个小时的长距离骑乘，在赛前是最大量，那这件事必须要把它让它做到，那后面的话20%就各自努力了。强大的有氧基础就是训练量持续稳定成长嘛，所以你就是要循序渐进，然后慢慢累积，就这样，其实很简单的概念。但是做起来非常难，所以我平常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周间是用训练台训练，假日的话就去户外训练，这样练起来效果会比较好。课程讲解结束啦，那就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要核心训练。刚刚看到的课表也太可怕了，有15周的课表。但是这个训练营我们都训练了。做那么努力提升的实力，就另外是隔两周我们回来开场冬季，就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没有，冬季五岭上课冬季那个两周不行。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已经训练完五岭之后，建大完之后再两周直接杀冬季，前面这十五周的练习就没有浪费。好，把它录下来。我已经录了。对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尽量跟你。你不是心率很高吗？很高。对啊，尽量跟你们来干嘛？我全程录下来了。有，他说尽量跟，他说尽量跟。骑着电动车啊，跟你们。那也很辛苦，100公里可能下不来，没有电。我多带个电池。两颗可能不够。我们要进精神时光屋了，开始核心训练。我们要做的是对侧的手跟对侧的脚同时放下去，然后这两只手不动，一边一次做10下。然后做的时候就要注意有没有镂空，那如果你会镂空的话，我们就这只脚不要伸直，用弯曲的方式，脚跟落地。一，下就上。上来可以停一下。3、8、9，一样只脚同一只动，直。同一只脚。十，好来换手换脚。因为想象斜角有一个线拉着你，七，好，回家，继续上来，八，
么标准？能够啊，你可以找这条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有人在称李阳。我要回家了，我都没有过背。啊，这样子啊。妈，不要跟我推走哦。会这里。九。压水。十，很有力耶。快来。等一下要做的是鸟拱式，会好之后一样是对称的手脚，好，然后收回来，手肘要碰到脚膝盖，对，然后尽量拉高，对，收，三，来一，回来，碰膝，二，好，一个好歪哦，一个拖住我一个，一，坚持。真的碰不到，没有关系，手肘碰到膝盖。OK， 十，休息。嗯，好。背跟屁股都好，就是背。四，好，手出去是背，没用力，后背有。棒式呢，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你的腰，大家会腰掉下去，所以你的时候一样就是屁股拉起来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对，来一。低了，下下，左下，二，没错，当兵还累。三，两屁股要下来一点哦。好，对啊，好辛苦啊，到处抓人，但是抓一段时间你就不会不会抓了。哇，继续当兵。一，顺利成功了，二，好，三，四，奖励激励他多做了一次。对，等你看 Aaron 被拱下去做了。已经结束今天的行程了，那今天就是介绍一下整个十五周的课程，然后还有做一些简单的核心训练。那下一周的课表预计是这个棕色计时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，拜拜。